寻觅姑苏吴侬语，众星相聚觅知音。把美景化作音符，把它唱出来。有风呢、啊，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好，让更多的大众们也好，能够接触到优秀的传承下来的音乐。龙目壮骨颗粒陪伴孩子成长，越在旅途。感谢越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寻音之旅走进江南水乡苏州城，听温柔婉转的吴侬软语评弹小调，看苏字头明月的前世今生，品江南丝竹的古韵音律，谈昆曲发源的历史渊源，漫步音乐山河，我们一直在路上。人间天堂自在苏州，欢迎大家来到苏州市，越在旅途，苏州欢迎您。哎，小白，哎，这我新邀请来的两位新朋友加入我们的这个寻音之旅。坐在我身边这边呢，就是温兆伦老师，大家好。然后坐在你左边呢是谭一哲老师。谭老师，我们相识已久了。温兆伦老师好。谭老师好。对，老师好。所以这次呢是加入到我们在苏州的我们这个寻音之旅当中。我也觉得很荣幸啊，受到你们的邀请。虽然短短一个几天哈、啊，那我已经感受到你们的热情啊。哎，那我先然后解剖一下自己，解剖一下，解剖一下自己，别着急。其实不是你们想象那样的，我想象哪样的？想象哪样啊？我是比较热爱自由。那到处旅游啊，到处旅游，像跟你们年轻人去吸收更多现在的一些触觉敏锐的东西啊，哎，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是的，太好了，所以可以随便跟我怎么玩都行，好吧？好。我相信啊，那现在虽然是一个开始，到我们拍摄结束的时候，我会舍不得你们的。我们也会舍不得你的，我现在已经舍不得你们了。拍摄结束，但是我们还需要保持联系。必须好 ，OK， 一定，一言为定啊。哎，我们要不唱一首歌？好，叫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怎么样？谭老师做的哦，你看看，哈哈。就是我想说句话，就是对于小胡和小白来说的话，你们是再不疯狂就老了。对，对于温兆伦老师，他再不老，我们就疯了。很押韵，押韵。很喜欢讲这种笑话，很好，很好。来，我放下好不好？来，可以，可以，可以。哎，真的是，真的是，我们大家都正青春。对。哎呦，哎，这种自驾游我真的很喜欢，可以走到哪唱到哪。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追不休的，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按照这个西林给我的这个攻略啊，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平江路上有一家叫做琵琶语平弹馆的一个地方，哎呦喂，很受现在的年轻人的喜欢。哎，就是吗？就这儿吗？对啊，那咱看看吧。看看，走，必须看一下。这个吴亮银老师，就在这里。来来来来来，请您请。哎呦，等着开始了。哇、哦，吴亮银老师吗？苏州平弹从明朝末年。传承到了今天，它有400多年的历史。三弦琵琶叮咚响，一曲评弹应悠悠，它的音乐性就更加的丰富。好，苏州评弹呢，它有分为几个部分，
它有曲牌和流盘，它还有好听的吴歌，就是用吴侬软语来演唱的歌曲。吴侬软语，我们从普通话的版本要改到吴语本来唱，其实很难。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数字，七元七毛七，七元七毛七，但是苏州话来念，七块七个七。七块七口七，七口七啊，唇齿很重。哎，对，所以现在我们从普通话的版本要改到吴语版来唱是很难。现在我们这样，下面请吴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就是用吴侬软语来演唱的《声声慢》。哦，声声慢，太好听了，声声慢，特别喜欢。轻轻的我吹，一把马达心。水花借夜梦色色湿红巾，乌云撒雨滴，炊烟念念起，愁都遮遮我日的你谁哪里。谢谢。哇，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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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用吴侬软语来演唱的歌曲。那么苏州评弹，我刚才介绍的流派那就更经典。这样下面呢，我也为各位嘉宾带来一首苏州评弹最古老的流派，水浒传林冲踏雪。我林冲踏雪。那么我们的本场演出呢到这里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到来，谢谢大家，谢谢。好，感谢感谢。刚才我们欣赏到很精彩的演出啊，那我们要请到吴亮仪老师还有刘国华老师。刘国华老师，啊，那我们近距离接触了，我们要掌握这个机会，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也可以问了。OK， 那什么是不该问的？好了，第一个不该问的，那我们先让唐老师来发问。最不该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完了，自己给自己套了一下了。就是真的，我刚才听完以后有一种感觉啊，真的女生唱出来这种感觉，虽然是有一点小家碧玉的感觉，但是唱出了沉鱼落雁和闭月羞花的美。对对对对对，真是太棒了。而且我听的过程当中，我全程都很有画面感。嗯，是，就我觉得尤其是刘老师在唱那段林冲的时候，哇，嗯，好多画面，真的不简单。第一，他要把这个故事唱出来，另外还要演，另外还要弹，是，对，这个是高难度啊。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吴老师和刘老师，因为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比较偏意象化和画面感的词，比如说我听到像山字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旋律会根据那个字和我们所想到的那个画面而去写那个旋律。我听到吴老师唱那个山的时候，我不会啊，我听到感觉就是山，就有像层峦叠嶂的很多山，越过一座又一座山。他用了颤音是不是那一种？对，好像真的拿着我的红缨枪，踏着雪，哎呦，然后往前去走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这个评弹呢，唱的时候我就特别注重一个画面感。因为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演绎来给观众一个画面感，有感染力，能带进去，是的，嗯，这样的话你就成功了。哎，果然听进去了你。我是真的听进去，我的画面感是很强的。那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哎，那
很多苏州的网友非常喜欢这些评弹，嗯，那甚至这些也是非遗的一些保护，嗯，啊。那我们现在以这个年代人，我们应该是做什么更能保护这种遗产呢？我觉得这个首先非遗的文化需要传承，嗯，就必须要想办法先把观众给引进来，对对对对对，没有观众，我们演员坐在台上就不成为演员。那么我们苏州呢，现在有了许多的评弹馆，演出的时候大概80%-90%的观众都是年轻的观众，而且是来自于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他们来听评弹，其实本来对评弹根本就不了解，他们怎么会进评弹馆的呢？就是因为吴老师唱了一首吴语版的《声声慢》，哦，把它改编了，现代流行音乐它的结合。然后有许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不晓得什么叫评弹，但是听了以后，这个吴荣来来演唱什么这么好听，很吸引，他就来到了苏州，就进了评弹馆。他们在听了吴老师唱吴语歌曲的同时，又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就慢慢的也会喜欢上传统文化。这一门传统文化它就火起来。我感觉真的怎么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好的流行起来，那么就是时下流行的东西与我们传统的结合，这是一个更好的吸引年轻群体、年轻小伙伴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其实刚才听那个老师唱，就是我们俩的那种律动啊，就年轻的那种律动就起来了，就这点就是很棒，很棒，很棒，很棒！我知道我路演，我知道我路演要唱什么了，就这个。我觉得我得把这个学一下。哎，说到这里，吴老师、刘老师，因为我们后天在这边会有一场路演，想邀请两位老师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路演，支持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呢？好嘞，太好了，很荣幸。那我们今天就不多打扰，我们接下来去其他地方继续走一走看看。好，谢谢。您先继续表演啊。OK， 到下一个地方。越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来到苏州啊，面馆少不了。是的。什么面啊？蟹黄面。算了 ，OK， 太棒了，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啊！已经迫不及待了。真的很棒啊！很好吃，味道很好吃，很鲜，很鲜的。胡老师啊，教我们一下粤语呗。粤语啊 ，OK， 学一个特别棒的一句话啊，叫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旗。来，我知道这个，这个很难的。我再给你们升级另外一个，入实验室揿紧急掣。赵恒哥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他不像会说粤语的。有退步了，有退步了。我来个慢吧。那四川的，四川有吗？四川。哎，对呀，你四川话。四川啊，其实没有那么多难说的。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奔北坡。赵哥，你好有语言天赋。真的，哎呦，我都没发现。你看我们这，你看都吃完了呢。我边吃边听，两不误。哎呦喂，轮到我了，轮到我了。那我们喝一瓶。哎呦喂，越鲜活鲜牛奶，哎，越鲜活用0.09秒瞬时锁鲜技术，让这个牛奶变得更好喝。来，干杯，为我们的苏州之行干杯！哎呀，开心，吃完继续出发啊！好，好喝。这就是我们苏州明月一厂。你好，欢迎各位老师光临我们民族乐器一厂的博物馆。张厂长，你好，你好，你好，请请请。苏州民族乐器博物馆。哦，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叹为观止啊，真是。哦，这个就是平潭的扇弦，它是骨软演变的。扇弦为什么有四个条的那个呀？它就是为了变调嘛。今天你要弹哪个曲目，需要什么调，它提前调好。哦，就相当于前面一个调，啊，背后一个调。对。哦，背后还有，你看背后也能弹。哦，明白了。这种乐器咱们得玩啊。对，我们的巡音之旅得多收集一些这样的。对，后面还有很多。嗯，更精彩的在后面。更精彩呀！这边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苏贡的大漆琵琶。哦哟，这个工艺，这是也是我们非遗传承人做的，这多漂亮啊！这个，这个都是纯天然的矿物原料。哦，这个还没好呢。哦，这个还没做好啊？完全做好了，要把它提平，还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哇，这有点感觉像现代的吉他啊！哎呦，软是最接近吉他的，弹吉他的人能弹软，弹软的人能弹吉他，而且软现在加了后期的这种类似吉他效果器以后，可以弹出很多 blues 啊摇滚。哎呦，对，哦，这边就是笛子、笛鼓，西方有竖琴，对啊，箜篌的历史要比竖琴要早很多，对，是。箜篌它是双排弦，就可以揉。对，一个手弹和声，一个手弹旋律。是的，是的，弹 solo 啊，太棒了。那我就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了，那一个初级的要多少钱？初级的1000左右的也有。哎，那还可以哦。对对对。民乐嘛，是要更多人去享受嘛，不是非得要价格卖多少嘛。成了，成了，老师可以了。对对对对对。来三台，哎，还没问贵的呢，那就没上线了，没上线了，没上线了。对，这边这个是编钟，它一钟双音啊。哎呦，可以这么大力敲的？哦，它左右的厚薄不一样。对了，您做的太厉害了，谢谢。就是你看我们在做音乐创作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只有去找那种模仿的音色。对，我们想做现场演出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用过真编钟，因为是的太贵，而且太难了。对，太难了。听一下，可以敲吗？是吧？可以。哦，它里面泛音。哦，它好几个音啊！它那个波形，应该一直在音。嗯，对，它其实音里面已经出了好多音，比如说有哆、有嗦，完了高音还有咪，它其实就是一个和声的泛音。对，它是每一个大小、每一组它都不一样的声音。嗯，这样它就敲起来可以配音。它主要是配音用的。这边是我们的十二花神。代表着每个月开什么花，这根是民国的，就是黄姓用过的一根箫，铜箫，目前在国内也是发现唯一的一只比较完美的。你看这上面吊的山水，你看，多漂亮！这个山水有宋代的韵味在里面。这个是明代的一只笛。然后这一件，这是个啥？类似于埙的东西吧？对。哦哦。武装嘛，对，武装。这突然武林高手来了。武林高手，哎，哎，这个声音好好听。厂长，这个型号的有的卖吗？不，没有。这个型号没得卖了。这个是2000年的历史了。两千年的历史了。我还说我买一个这个，我日常带着学习一下。你看还有这个，这是啥呀？它是道教音乐，你看。哦，是啊。我们俩来一起。为什么我刚才没有弄出这样？我们这样，我们合作一下，完了后那个请温兆伦老师表演我年轻的古装啊，来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三位神秘的男子在一旁发神经。哎，武打片。那我们现在带各位老师去参观一下现在在生产的师傅。好，好，太好了，好，走。
我觉得这个整个厂房都非常的复古，对，很复古。哇，好漂亮啊！所以现在苏州想把这个地方打造一个网红打卡地，它还是要恢复那个70年代的那种感觉。哇，这就是车间。这里是做这个行走啊，哇，它要从这一头到这一头，要一条线下去。啊，转弯的时候，这个地方还要出，这个地方还要试，就看你手上的功夫。哦，这中间不是有凹形？对，你手摸一下。对，哦，这里是凹，这里是凹的。对对对对，看到了吧？这边弄好之后还要受人。哦，好细心哎。对，我来体验一下，我来体验一下。来来来，这我就糊涂了。对。OK， 就是每个视觉就是我们有标准的一个流程。这个要怎么刮，老师？可以教我一下这个吗？调点水。调点水。你看。每个面都要磨的是吧？对，这个地方不要磨。这里不要磨。这个筋不要磨。下面看一下我们的套皮吧，这个就是更讲究了，就是纸的厚薄、汽水需要多长时间、套到什么一个松紧度，决定这把琴的好坏。这边烫皮，呦，哇，上蜡，这个可以，哇，哎呀，这个以前只在拍戏用琴的时候，对，哎。哦，是这样的。哦，所以这个是还没有烫过的是吧？这下面鳞没了啊？这不是有鳞吗？这下面鳞已经没了。有啊，不是，这是它的鳞片掉了纹路，烫漏了。这不是鳞片吗？这应该是鳗鱼，不是鱿鱼，是鱿鱼，不是鱿鱼，乌贼。好，等等，好。它这个直接掉下来了，这个二。下面请大家体验一下撞弦的过程。这个是什么材质做的？这个是蚕丝弦。蚕丝，蚕丝，对。这个呢？这是钢丝。钢丝。现在基本的二胡都还是用的钢丝。对，很少部分用丝弦。然后我们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千斤线扎上去就可以了。它这个位置是固定的啊，必须得在这个地方。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他的手臂长短。这个上下可以移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弹的，比如吉他贝斯的琴颈，对吧？是那个位置。那我越往下的话，相当于我每一品格，其实这个不应该讲品格，我每个音之间的距离就越短。对。对于小手的人来说，其实就更合理。更合理。对。对，更灵便一些。可以了。张厂长，现在可以带我们听一下这把琴的声音。可以啊，我们大波老师就好。OK 啊。好。大波老师，请。老师，刚才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了，现在就轮到您了。就是您该做的了。那我们现在掌声鼓励一下。好，来来来，大宝老师，请。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有没有什么歌拉出来是开心的呢？哎，这叫步步悲伤了。又想到另外一首流行歌曲，刘德华先生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对，一剪梅。下雪了。想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吗？圆滑。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它是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嘛，但是像英文歌，二胡拉出来什么感觉？有没有尝试过？有的，有的。终于说话了，对。一首比较耳熟能详的吧。好。哎哎哎哎哎！紧张了，紧张了！哎，不着急，不着急，老师，没事，慢慢来，不着急。I'm running the beat。二胡一拉出来，我觉得它特别像我们这边的歌。真的就是，比如说你套个中文词，今天我来到了苏州名媛的场、啊，是不是有一点这感觉？哎，做了一把二胡啊，怎么拉也拉不响，怎么拉也拉不响。我觉得我们中国传统的有很多很优秀的一些乐器，太多了，对不对？我们应该是保存的。那老师在这方面一路走过来，应该是经历过不少的一些。对的，现在这个对于民乐的这个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平缓一些。嗯，那我们也希望民乐呢能加入到各种的这个音乐元素之中。是的，那然后它也会走向世界的音乐大舞台。是，那就是我们也是想尽快的推动它发展。对，需要更多的结合把它推广出去。好，回去以后每人做一首单曲出来。OK。文章龙老师很久没有出歌了啊。哎，对对对对对，大概有两个礼拜了。回去我还要开工。哦，舒服嘛，舒服嘛，舒服，太舒服了。那我们一二三，一起深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的空气。好，一二三。好香啊！哎，真的了。哎，厨房在炒什么菜？鱼香肉丝。哎，今天那个西林没来。哦，对，西林没来。但是今天我们去的地方是西林之前做的攻略。哦，然后给我的，我们给他打个电话吧。可以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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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Hello。Hello， 西林，我是温兆伦。你好，你好，你好。哎，西林老师，你好，你好，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啊。哎，请多指教。今天我用那个你给我的那个攻略啊，我们去了苏州的很多地方，你今天没在，但是我们都一一的去了一趟。对。你们看那个评弹了吗？必须看了。好精彩的，非常精彩。我们去了那个琵琶与评弹馆。哎，我们看了这个吴老师和刘老师唱评弹，哇，老精彩了，精彩，精彩，老顶了，可惜了，你错过了。哦，哎呦，这不就你给我们准备的吗？对啊，明天我们就是在那个房间里聊会天，是吧？然后晚上就路演了，明天哪也不玩了。对对对，明天主要活动场地就是我们的酒店。好吧，好，明天见了，你快来吧，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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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么好的环境里面，那就突然有一些感慨，就突然想唱歌了是吗？这有点情怀嘛，对对对，这一般来说，这有人抱个吉他呀，这是对对对，有人抱个吉他。文哥，看着这一盆火，这壶茶，有没有一段旋律在此时此刻，你觉得突然间在脑海中响起？就比如说我们在这样一个露天优美的环境下，今天又经历了这么多当地的特色，真有突然间想唱的一首歌，就突然感觉到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嗯，那我上你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呢，觉得时间可能真的就那样吧，那工作嘛，对不对？拼搏，赚钱，那把握机会，对，大家都一样。但是当人呢，好像是过了50岁的时候呢，会突然
想到，哎，我现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最土的一句话就是，哎，我们过去活了这么多年，那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对，为了什么？我觉得人能继续活下去，而且是健健康康，一生何求了？就像那首歌一样，一生何求？对，来啦，来吧，来来，真的很好听啊！哎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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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响起，我们就配合。OK OK。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抛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谢谢谢谢，很温馨的版本。对，这个这是什么 ？Deep， 它可以直接来也可以。Yo，Come on，David，Top，Yeah。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门撞过颗粒。变一个，变一个。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门撞过颗粒。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门撞过颗粒。干得好，皮中文好。固有种子 Z 四 V 二幺六二二 O D C， 吃与不振发育迟缓都很野心。可以了，我们都记住了，记住了，明天继续啊！走。来来来来来，欢迎到我家随便参观，哦、看看看看看看。来，文哥，你家好大呀，都找不着路了。我经常也找不到。那这边先别去，我们到那边去。OK， 好吧，好，来，好，走。提笔先别去。来来来来来来。真的吗？反了哥。我到那边去。哎。这个是您的家吗？太实际，来来来。那我们这边呢，家族也比较庞大。你看那边全都是我们家人，少人。哎，这些游客也是您家人吗？对对对对，欢迎欢迎。啊 ，OK， 合个影，哎，家人，来，家人，太厉害了。叔叔好，电影里面没那个嘛，我啊还可以。你好，我看你是电影演员，哎，对，哎，欢迎，对，欢迎，家族大没办法，哎，你看喜欢养鱼的，这边就合适了吧？哦，这里很美啊。把美景化作音符，把它唱出来。哎呦，哎，哦，有人吹笛子。
那个吹笛子老师在那儿，在那边是吧？对对。我们安静的先听一下，欣赏吧。很快吧？他们在对话。有一段旋律有点像以前听到的一段旋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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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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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欢迎，欢迎，欢迎！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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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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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这个时候我不能再装了。那其实这个地方呢，真正要了解的是听大师的。好嘞。我是苏州本地人，我叫张健。刚才跟我一起合作的，这个是我的学生。然后那个作为苏州人，刚才一曲《姑苏行》，欢迎大家来到苏州。谢谢，好听好听。这是传统的曲目，这个曲笛的名称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个笛子在昆曲里面是主奏乐器，所以它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昆曲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一样模式。明白明白明白。吹管乐。笛子从乐器入门角度来讲是比较难的一件乐器。嗯，今天实际上如果说能够吹响，并且可以一起共同演奏出一首乐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挑战。演奏太难了。那如果简单一点，我们每一个人负责一个音符，然后我们合奏行不行？让我们练乐器啊，比如说练鼓，得练到很高的境界才说，我打一下。一起合奏，一起合奏。您这个职业来了，直接来就直接来了，实在是高啊。这个在我们家来说是比较平常的。要不试试看？来来来来，好，好，一人一支。好，既然都是新秀，那就不客气了。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笛子的调呢，是D调，也是我们的传统的调式。然后今天我们尝试着，最终看看能不能完成一首江苏民歌《茉莉花》。哦，你这样这样，郭老师那个的的的的。先教我们指法。对，好的，手呢是左手。拿在前面，右手拿在右面。左手拿哦，左手拿前。白老师的那个完全反了。哦。右手在后面，右手在后面，右手在后面，左手没错，右手在后面，完全反了。右手。右手这样这样。对对对对对。突然不知道左右手是哪儿了。手呢尽量放松，用这个指肚子去按，因为这个肉最多。这六个孔一定要摁实。对，全部按住这个音是嗦，这个上嘴唇下嘴唇对住上下两个边扣住。哦，得扣住。然后转出来，就是这个吹孔冲上，脸冲前。很棒，很棒！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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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大师。往我手这儿吹气，对，对，对，是这个样子了。哦。对对对对，但是你的下嘴唇。糟糕，我吹不响怎么办？哎，你怎么吹出布鲁斯的音阶了？哒哒哒哒哒！对，为什么我的这个吹不出声呢？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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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呀，怎么又没了？哎，有声了，有了。老师，对了，对了。D 的话，全部按了。对，调式。都很努力，在自己找到位置开始练习。对，没错，角度很好。韩老师现在是最稳定的。
可以可以。哇，你样子已经很像了我。他主要像在闭眼睛。可以试一下了吗？我们一起来。很棒很棒，我终于知道理解滥竽充数我们四个是什么样的。看会了看会了，手型差不多，但就吹不出来。那个张老师啊，对，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像你们这个跟很多现代的流行音乐结合的话，您就是都会很多曲目是不是？对，实际上我们在体现中国独特的竹笛的音色魅力的时候，它都会产生笛子在音乐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结合。流行音乐当中也有非常多的有笛子的乐器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了。那太多了，谢谢。对，流行歌用笛子特别特别多，特别多，特别多，特别多。那我们就别班门弄斧了。那老师有个请求，能不能用这么古雅的乐器吹一首流行的歌曲呢？好，请。真的很好，而且每个老师现在可以带走吗？可以可以可以，如果想留着的话就带走。OK，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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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好，谢谢。OK， 那我们到下一个地方。那我们刚刚研究完笛声了，那现在呢，我们一直往前走。好嘞，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地方有点大，这里是其中一个胡同。还是家里啊？对对对对对。那因为苏州啊，有很多地方都是跟水有关系的。那我们看到很多桥啦 ，OK， 那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到前面的一道桥。听说这边的桥都非常有特色，很有特色，没错。而且这些桥的石头都有一定的历史。哦，对，少阳哥，修复一下，那是什么动物啊？哦，那是，我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啊？人家白天睡觉了。哦，睡觉，不打扰他们。这什么？这种就是帮我们渔民啊，在这边去抓鱼。抓鱼的。所以这是家养的吗？不是吧？没错，是家养的啊。没错，没错。不怕它飞走啊？顺着这个水就跑了。赵伦哥的产业家产很多。他们俩还在练。对，他被我们的民风感染了，我们的勤快好学。那我们出了这一边之后呢，那我们真的要到所说的那个桥边了。
别再甩了啊。OK， 到昆山，我们答应过大家，请大家喝咖啡。哦，是在这儿吗？就在那边。Hello。突然空降。王教练，王教练，王教练。老师你好，你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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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里面，有什么情怀呀、可以抒发的？情怀，情怀。你这个叫笛怀，你笛子拿到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是学的挺好的吗？展示一首，马上来一个独子笛奏。有感觉，有感觉，有感觉，有感觉。哎呦，还有颤音呢、啊。有点像洒水车。洒水车，洒水车。好。不是，我本来想崩一下，把这一段崩完，一说洒水车，我崩不住了。有不同年代的人在，那我们每一个年代都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歌。你想到这首歌，就想到你当年的有一些情怀，或者是某一个事情，让你突然印象很深刻。突然一下哈，对，我就有，我先说吧。好，伦哥，陈百强老师的有一首叫《偏偏喜欢你》。因为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们还在初中啊，就是情窦初开嘛，对不对？可惜我是男校。所以这是只能想象的吧？对，哎，刚好有这首歌的时候，就更让我们想象力更丰富了。偏偏总是想见你啊！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了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哎，对对对对，我偏偏喜欢你，就是我也想爱你，但是也怕爱呢变成一种负累的。那老胡呢？老胡什么歌？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画面，是我大概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当时经常从学校到家会路过一个菜市场，每天都会放任贤齐老师的那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哦。你是看上了一个菜市场的菜花？我是路过路。菜花，菜花，菜花。谭老师呢？我是，其实，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梦里水乡》，非常好听的。《梦里水乡》这个歌，我觉得非常的符合此时此景。是的。相思都写在脸上，深深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太专业，太专业，太感人了。可以，可以，可以。哎，哎呦，怎么样？哎呦，哎呦，好，出师了，出师了，献丑了，献丑了，献丑了，出师了，太厉害了，我的接还挺准。对，对，对，对。这个地方有两位嘉宾，我要介绍给大家。哎，昆曲大家就知道了吧？昆曲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昆曲。最著名的《牡丹亭》，稍后我们欣赏一下两位嘉宾怎么演。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开始了。云淡露。
耍红缨枪的。柔中带刚啊，喜欢喜欢，太牛了。好了，我们欣赏完昆曲，那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老师了，张老师还有黄老师啊。欢迎欢迎欢迎，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啊。刚才也是用吴语来表演的吗？其实我们的就是昆曲的发音体系，我们一般会念成中州韵。中州韵何为中州韵呢？就是古代时候明代的官话，它会有一些字规跟普通话的音调不一样。那我们是平、上、去、舍、舍、舍入声字，舍就是出口即断的舍。舍舍对，你的调调又不太一样。是的，是的。因为昆曲我们是讲分家门的，所以家门呢，我这个行当叫小生。小生有四个家门：金生、官生、雉尾生跟穷生。老师可以示范一下吗？可以，可以。好，金生，金生这个声音。金生就是啊 ，z z， 它比较甜啊。哎，掐你一下，你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再一遍，然后再一次，老师再一次啊。C C G G 哦，其实第一声不是全假声的，是的啊。C C 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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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刚才楼下听鹅就这样叫的，为什么我的是这样的呢？来，谭老师来，谭老师来。啊！大鹅不像二鹅。啊！啊，姐姐，嗯，非常好，非常好。男生有四个，对不对？那女生呢？女生有分四个吗？我们不是四个，我们分很多行当啊。旦角又分闺门旦、正旦、老旦、小花旦，我是武旦，因为我刚才会武的嘛。我们西林唱歌非常好听，那你听他现在的声线，能符合女小生？对，女小生是吧？对，他应该扮出来会非常的好看。女小生，试一下好吧？我们可以教几个小生的身段，好不好？因为我带了一把扇子，正好。哦，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我们要么到这边一点点，哎哎，我们学一个小生带着扇子的指法，很简单。指法，我们会用扇子来代替手指，然后注意的是，握扇的三根手指要拿到这个三分之二的位置，我们不能拿得太中间，也不能拿得太下面。小生需要八字步站好，然后八字，跺脚，手往哪里，眼睛就看哪里，顺着这边，然后指下去。不对，这样我觉得有点斗鸡。我是看扇子的方向，不是让你盯着扇子头。我说我怎么看着看有点斗鸡？是看着扇子的方向。对。要不要体验一下我们武戏的武戏的？响啊，太响了！刚才有一个这个背花，对。哎呦，那个太牛了。对。就是要头在一个位置。这是怎么弄的呢？这是踏步翻身，我们可以拿我的道具，我们一起学一下。好好好，我们先三个人拿也可以的。哇，就是我们学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叫提枪花。首先我们步子的话，最简单的叫丁字步，这个正字在前面。首先要出枪，我们丁字步站好，出枪出到左边，出枪回来，出枪回来。对，我们转到最下面的时候，虎口冲下，右手手掌接住，然后我们是始终是拿着最中间的啊，转转转转转转到不能再转了，左手手心冲上，在下面接，这样的话才是圆的。对，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对对 对, 对，哎，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们要一直保持在中间的位置，如果是在边上的话，我们耍快了以后，这个圆是不圆的。明白明白。对，然后腋下要打开，要撑起来。最后我们可以耍完了以后亮个相，对，再从右边滑一下，啪，大疼。张老师，
就请问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个就是最厉害的？最厉害那太多了，厉害之一的要有出彩，就是我们最后那个背花嘛。好好好好好，近距离观赏一下。就是这个是有雾。有风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还有包括刚刚说的那个点翻身，我们好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黄老师和张老师，非常感谢，非常还有我们的胡老师，还有我们的胡老师，哎，我们的小胡老师在这边有点晕。那我们期待下一次来再欣赏你们的植物。好好，告辞了，后会有期。告辞了，再会。谢谢，告辞。谢谢。月在旅途由健明集团农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农母壮骨颗粒。建明咽喉篇开赏时刻。绕两余音沁人心，寻觅姑苏吴侬语，众星相聚觅知音。下面有请月在旅途的寻音乐队带来的苏州韵味的精彩演出。See you.
似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好，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赵伦哥为我们带来《随缘》。好，来了。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谁人躲藏在背后？梦中想的都遗留。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从多梦内，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尘邂逅，是笑下默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从多梦内，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尘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我随缘尘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都必须承受。对，好，感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接下来，无论
每一首歌你是否会唱，但希望你们都能够挥动你们的双臂，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留下最美好的一刻，好不好？好。 OK。那一颗星星，黑夜把你显得格外清晰，我伸出手想抓去，无法抓到你，你又偷偷藏在了哪里，你是不是在我脚下的影子里，黑夜把你显得格外清晰，我伸出手想抓才发现那是我自己，我想见到你，为何如此费力，想见到你，为何梦总是醒，一天一遍放映在眼前，哦哦，一天一遍默念会实现，想要和你玩一场不会结束的游戏，毫无保留教训每一处有你的回忆，为何这张桌你藏我始终找不到你，我费尽了力气却像丢在迷宫的玩具，你又偷偷藏在了哪里，你是不是天上的那一颗星星，黑夜把你显得格外清晰，我伸出手想抓去，无法抓到你，你又偷偷藏在了哪里，你是不是在我脚下的影子里，路灯把你显得格外清晰，我伸出手想抓才发现那是我自己，我想见到你，为何如此费力，想见到你，为何梦总是醒，一天一遍放映在眼前，哦，一天一遍默念会实现，想要和你玩一场不会结束的游戏，毫无保留教训每一处有你的回忆，为何这场捉迷藏我始终找不到你，我费尽了力气却像丢在迷宫的玩具、yeah、你是不是天上的那一颗星星，我伸出手想抓却无法抓到你，你是不是在我脚下的影子里，我伸出手自己，打开你们手好吗？好的，谢谢大家。世界有那么多人，多
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常让我想呀想出谢谢，谢谢大家。祖国人大好河山，美，太美了！现在你都不知道哪头熊在看着你。啊，我们在长白山里有水声、动物的声音，最具有超山族特色的四物塘沽舞。Let's go！ 嘿嘿嘿嘿！江南四大才子吗？我们是。对对对，那没有。三大我不是啊，三大不两大，中间的两大，两大这两位先，两大不不大两大，独大两大两独大，对不对？江南四大才子是吟诗，我们是唱歌，那我们就对歌好吧，一会儿。哎，可以，那跟什么有关？对歌，我们就对跟天气有关的，可以。我来一个，好的，现在晚上了吗？现在晚上了。Okay.天哦哦，就已经 OK 了、哎。天黑了，天黑了嘛，这已经是那个了嘛，对不对？虽然有点勉强啊。天黑了，温度低了嘛。哎呀，天黑了，温度低了，能圆回来，就是有点看不清了，这样子、啊。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哦，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命運就算天對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無趣味，別流淚嘆息。可以啦，可以啦，一生以你陶冶你。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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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